来个实技能就行，不多贪啊，来实技能就挺好，挣得多那就来了。日妖神，前排的出其不意，什么情况？出其不意会出现在前排？这个比较少的情况，例如三技能、四技能、五技能，高法波，这高法波还真的上来了。须弥呀，哥哥，须弥呀，能不能再玩一把呀？感知，须弥呀，哥哥呀，哇塞，再来一个就很好啊！啊，啊。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，咋整啊这？继续相信老板，来挣的，来吧，我继续选择相信，我绝对应该是挣了。来，抛色成就，哇塞，还是副手啊，还不是野生，这不是套娃吗？看一下前排的技能有没有法波，来看下一个法波出现在这个位置，群法来了。如果都有也可以了，这次有群法，出其不意呢，来个虚弥呢，完了废了，就差一个呀，就差一个呀，这咋整啊？这不套娃吗？这不是六加七加一等于十四技能，化魂。好，不是野生啊，老板，这次终于搞对了。来，前排的法波哥哥呢？法波一定在是吧，要有节目效果，法波一定在，对，他有实技能成就，哇塞，这个法波我跟你说，这个法波是焊上去的，我跟你说，老板你这本书打的超值，你知道吧，这本书一本书顶四本啊。下一本大火 OK， 下一个须弥出来了，好的，来中间技能，来中间技能，我笑早了 这都没出来，化魂化魂，红色成就，化魂，哇，老板厉害，老板厉害啊，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差那么一点点啊，来，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东西啊，啥样吧，喂，你说没准双特殊出来了呢，我们最喜爱的法波呢？最喜爱的法波有没有？你就给我出法波，我啥都不要。法波，完了，法波没了，法波没了。第二个技能反击，第三个技能钝器，强力呢？须弥出来了，出其不意，出其有鬼魂，有鬼魂没准能跳位，出其不意呀、啊。你看，还有，我就说有多技能吧，外加大小王，真的是到最后套来套去，终于出现一个八技能的须弥双特殊，